好，新的一天，昨天快十一点才住进来，第一次住这种青年旅馆，就是很多有的是一间里面有三四个床、四五个床，然后我是自己睡一个床的，小小的啦，我觉得还可以，蛮环保的，就是也没有电视，没有过多的娱乐，那就很小，但是很干净，也蛮有设计感的。很方便，我觉得还不赖。只要他有一个人的房间，我觉得不错。他还有提供耳塞，如果你是住很多人一间的，还有 3M 的，还不错。棉花棒、吹风机，但没有给你盥洗用品。啊，没有，有，牙膏、牙刷要自己带，还有晾衣服的地方跟两台洗衣机，他应该自己也有在洗了。然后这一间感觉就蛮有设计感的，这种。明陷入裸露在外的金属工业风，我觉得这还不错，就是也不用刻意隐藏起来，反而很有设计感。好，然后刚刚那个这边的工作人员阿汉有提醒我，来花莲可以领农粉农业粉丝币250元，可以去农会花哦，只要来不用消费，只要来花莲有定位在花莲就可以领。好，你第一次住的青年旅社，再拍一下它的外观，很棒的老屋改造。玉里火车站看起来哇，又更大了，范围很大，而且很有设计感嘞。里面看起来哇，那看起来这边应该是很 famous 的观光区。好，用两张农粉币。换了马告玫瑰盐、马告细粉跟苹果，两张币有抵500块，这边520，所以又花了20块来赞助一下花莲。有空要来玩哦，每个人都能领哦，250的农粉币。而且这家农粉很特别，它是跟玉里的、跟全家并在一起，同一个地方，不过卖的商品是分开的。昨天宜兰没吃到鸦片饭，今天来玉里也有鸦片饭，看起来不错。富里乡农会规模看起来蛮大的哦。看来这边产米应该很有名，富里米是不是？农会旁边都是大金刚，都是竹子编的。金刚的图腾跟一些蛮特别的，哇，好多大金刚啊！还有鸵鸟，很帅。好，这每只大猩猩看起来都很大只，所以整个区域看起来蛮壮观的。大猩猩这只好臭。背面的屁股也做得很用心，很圆润哦。这只金刚还会比爱心，帅。好，整个区真的蛮壮观的，数量，稻草、竹编生物数量非常庞大。好，进入台东了，这个有个地界。跑太远，拍不清楚了。进入池上，刚发现热气球，鹿野热气球好像又开始了，绕进来看一下吧。好，来游客中心装个水，然后那座热气球一天只摆出2场，现在去也看不到，所以就不理它了。Go！为了再均匀一点，骑车要翻手翻过来，然后尽量露出大腿。另外一边受伤的也通风晒一下。然后前面发现这个很热闹的家庭，小朋友很小，感觉车子还载了一个小朋友，太厉害了！没有，那是行李吧。不错，台东也有迪卡侬，刚发现花莲也有。猜到我来干嘛了吗？防晒袖套，不，这个竖起来，
我不喜欢被竖着，所以不是。好了，这就是答案了。我的安全帽被吹走了，在它再被吹走之前，留念一下。我要吃的客来吃的在旁边，可是这边有科技执法，感觉直接左转好像不太安全，绕一下好了。好，主要想来吃个绿豆蒜，而且这么热，但是比较想吃热的，最终决定冰个热的各来一份，那热的是点小份的，冰的看起来蛮美味的。好，热的也来了，是很小份的也蛮大碗的，这个都要饱到半夜了。台东体育馆长得还不错，给它吃几秒。吃两碗绿豆蒜，甜食吃太多不太舒服，吃个水果解解腻。刚要进入南回的地方，这是台东金轮，感觉蛮热闹的。还有进入南回的地方，就是金轮站哦。好，换完电了，准备过了南回就回到西部了。好吧，结果误会一场，原来还要29公里，要到那个山海关那边才进入南回。好，还要半小时。继续赶路了，多良车站。大埔乡丁的台东大埔，来捕捉一下中部的海岸。靠路边拍一下海岸之美，刚刚都拍到路，即将告别东部了。其实最厉害的是走路环岛，太强了。好，加油！这件破掉的衣服，我把左边袖子拆掉了，不然它会一直穿的时候都一直弄到我的伤口，很烦。好了，舒服多了，都不用弄起来，对不对？好，真正要进入。最后南回，最后要穿越那个小小的尾巴，在山海关的地方，这边的加油站对面还有一间 Seven。 其实台湾真的很方便，到处都有加油站、便利商店。好，换完这次就准备穿越了，穿越好像也没有多远了，二三十公里而已。好，穿越台湾尾巴33公里，42分钟。刚才发现南回有一条比较截弯曲直的，但是这只给汽车或是重机可以骑，所以重机要环岛还方便多了。我们在这边弯弯曲曲骑起来更舒服啊。骑车的差别就是车子可以随着弯道摆动，所以是一种舒服的感觉，但是开车你又没有办法改变左右的高度，不能弯向侧弯一边，所以就会有不舒服的被甩出去的感觉。机车基本上就是舒畅。从旧南回的地方看一下，停在路边看一下新，那不知道是叫新的南回吗？还是叫做南回改呀、啊？南回改，旧的感觉高很多，新的海拔比较低，所以其实骑摩托车的话，骑旧的是还蛮不错，比较凉一点。不过整体而言，这边看下去。六还不错，哇！
要自拍又变自己摄影了。这个地方 view 不错，然后转过来有一台摩托车可能挑战到一半过楼了，感觉已经快要融入自然了。看起来没有故障的很严重，可能过楼而已，看就看这些植物能不能慢慢把它当养分咯。这南回有旁冈的旁边有个土地公庙，它设了一个景观台，变成 view 更棒哦。又摄影了啊！猴子的声音，刚看它两只猴子爬进去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探头，嗨！啊，不见了。南回要截弯取直，看起来工程也很浩大，必须打造这个车埔隧道，还4000多公尺，快5公里耶，哇，太厉害了，人类。每次看到这个都要赞叹一下，这种高山上的高压电塔太厉害了，感觉好像是由高压电塔把电牵进山区来的，这背光就看不太高了。总之整个高山上布满着高压电塔的连接。南海观音寺，它、为什么是这么大的土地公？很奇怪了。7:03的夏天的好处，还可以凉，凉凉。不过西岸比较多超邦啊，刚有一小段。其他海边记录一下，这没有被建筑物挡到的，这算什么？晚霞。听听海浪声，西部走下海岸比较快，一下子而已。屏东潮州，快到屏东市了。第一次看到这种大马路旁在养这，不知道是鸭还是鹅。通常这个都在很偏僻的地方，它竟然在这么大的马路上，4线道。Thank you.